还原谭德尔作品的编制，找回假声男高音来取代现今普遍呈现的女中音声部，希望让音乐更原汁饱满。啊，就是说，其实，在那个年代，女中音其实是由假声男高音来演唱的。后来因为这样的声音，没有了，就是说比较少见，所以就变成由女生来取代。但是现在呢，又回来由男生来唱。好，那我们就来想看看，这样子的假声男高音，它是怎么样变换的？你们想知道吗？它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哈，我先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好，人声是独一无二、珍贵的无价乐器。你可以从人的声音中了解情绪、血缘、种族、国家，甚至解读隐藏于生命中的密码。16世纪之前，音乐大部分都是以人声为主，直到巴洛克的时候呢，人声与器乐才逐渐趋于平等的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乐器的制作还没有这么的进步，对不对？大家知道钢琴什么时候发明的？钢琴大概是在18世纪初末了才发明，因为工业革命对钢铁的制造有非常好的技术，所以说就开始产生新的乐器，什么萨克斯风啊，有没有？都是大概是19世纪中的时候才发明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其实人的声音是最开始被演，最开始发展的最好的那到了18世纪哦，器乐后来居上，与声乐并驾齐驱。那其实人的声音呢，还是最贴近自然、最能够表达的。你们有听过钢琴可以弹出“我爱你”这3个字吗？他可以讲话吗？可以讲话，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语言。所以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就可以很直接的表达说：“哦，我很快乐，哦，我很愤怒。”所以在音乐来讲，歌唱是唯一可以传达语言的效果的。当然，贝多芬，我们听很多器乐说：“哦，这首歌是月光，噔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月光洒在什么湖上感觉。”但是如果你不说，你不给他一个提示，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对不对？或者嘣嘣嘣嘣，哦，这是谁的？贝多芬的命运。但是你不说这是命运，谁知道这是命运？对不对？就是你要给他很多的想象力。但是语言就不一样喽。我唱一首歌是《野玫瑰》，你不会说它是野百合，对不对？所以歌唱有它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传达的一个方式好，居然这个从像。从这个歌唱来讲，可以传达我们特殊的这个语言比跟乐器相比较，它可以传达一种语言。那其实声带呢，就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珍贵乐器哦。它除了讲话以外，它还可以唱歌，对不对？可以表达音乐有高低。那声带的，因为它的每个人的结构跟质量都有长短、厚薄不同的差异。还有我们的共鸣腔也不同啊，有的高，有的胖，对不对？有的很快哦，有的那声音完全就经过不同的共鸣腔发出千变万化的音色。因此呢，我想大家接到电话一定会知道那个诈骗集团旁边会开始说啊，我是你女儿啊，但我现在没，我现在被绑架了，一听就知道是不是你女儿，对不对？一听就是我是不是你的女朋友，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所以这个人的声音就含有很重要的一种特质在。好，而且声音也可以表达一个人的很轻的表达一个人个性。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小女孩，她讲话一定怎么样？会很塞奶，对不对？会很柔弱，对不对？或者她是一个英雄的人物，讲话一定是或是一个黑道。每次看过那个黑道大哥，对不对？那个声音是怎么样？一定是那种很孔武有力，对不对？把大家吓死这样子。OK，好。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个概念，人声的一个特性，人声的一个分类。那我先跟各位大家讲一下，就是说，
那从说话到歌唱，我们可以从声音的来分，可以分为女高音、次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中音、男低音。那从音色来分呢，还可以有花腔、抒情、戏剧，还有角色的个性不同，还有诙谐、庄严等。那难得一见的在，就是刚我提的咯，在男高音上面还有一种特别的高男高音，其实我们台湾都翻成假声男高音，其实呢，在我是觉得正确的名称应该其实可以叫它高男高音，因为假声男高音感觉那个声音是假声，假声好像就是比较虚弱，对不对？好像那声音是比较虚假还是怎么样，其实那个我们如果真的去听好的假声男高音，好的这样的歌者的时候 counter tenor 的时候，其实他的声音是一点也不会很假，他声音是非常非常扎实的，非常有分量的哦。所以其实我这边是用高男高音，他可以展现呢比男高音还要高的音域呢，而且太代替比较少见的女中音或女低音。然后呢，巴洛克时期有很多曲目都是为他们而作曲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巴哈，大家知道巴哈，巴哈就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很有名的作曲家，所以他有很多的作品都是，由假声男高音、有高男高来演出的哈、哦，所以像下个月我在中山堂的演出，也就是巴哈的作品。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好像很不得了哈、哦，台湾第一位这个假声男高音，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高男高音，我们看他的整个的演变过程，让大家了解一下。哎，这种声音，哎，很特别。我们有女高音啊，我们都知道嘛。哦，女高音，男高音，但是高男高音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哦。高男高音就是 counter tenor， 它的定义就是用假声来发出高亢的头腔共鸣，音域接近于女中音或女低音。那教育部很奇怪，它的中文翻译叫做高次中音，好像不男不女耶，它也不是女高音，也不是男高音，到底是什么？高次中音好像是个乐器的名称吧？不知道什么高次中音，所以有时候这个统一译名就有一点常常不被大家接受，就是因为它有时候翻译的并不是这么的恰当，所以我们很多的音乐老师还是喜欢沿用我们之前的一个译名。我举例好了，大家知道那个莫扎特，音乐神童，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莫扎特最早被翻译成什么，知道吗？莫扎尔特，很差劲的差，莫扎尔特。对，那我们坊间是翻译成莫扎特，莫扎特，对不对？哪一个比较好听？莫扎很差，而且他是一个音乐大师，为什么很差的差放在他的名字当中？所以这有时候会有要考虑一下这个真的翻译的优雅性哦，等等的哦。好，那从这个音域、音色、个性来分哦，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高男高音有什么特别。好，我们先讲一下高男高音的缘起。其实高男高音的缘起，其实最早哈是从教会发展哦，妇人在教堂中必须保持缄默哦。哦，有点种族歧视哦，性别歧视哦，教会不允许女性在教堂中歌唱，哦，这个时代转变很快。其实，在早期的天主教会里面哦，会众都不可以唱歌，必须要有专业的诗班来表达对上帝虔诚的一个敬意。所以，早期如果你到梵蒂冈教堂，哦，我们上个礼拜有介绍那个很多画作，对不对？哦，你到那个西斯丁教堂，好漂亮哦！那个这么棒的这个壁画、啊、等等的 ，Michelangelo 的哦，达文西的哦，那些壁画在教堂里面，那时候是你要进到教堂里面不得了哎！你到教堂，你要感受到神的存在，怎么可以容许一个随随便便在里面唱歌呢？对对，所以那个时候规定很严格，甚至规定的严格的过头了哦。他有规定说女生都不能唱，因为圣经有说。这个妇人在教堂要保持缄默，所以都男生。那怎么办呢？有些音很高哎，我们要唱一个歌，合唱的作品，怎么办？小孩子来唱女高音好了啊，小团没变声，那变声的那女中音怎么办？那就有男生来假声来唱，假声男高音唱。好，所以 counter tenor 他这个字义呢，
contra tenore， 在这个拉丁文上面有依赖相对应之意。其实呢，在那个时候，假声男高音就是 counter tenor， 他就是说 tenor 是一个 melody 嘛，一个旋律，在旋律上面，在 melody 主旋律上面再叠一个声音比它高的一个 line， 跟它相对应的一个声部，所以它叫做 contra tenore， 哦 ，counter tenor 哦，好，以主旋律为男高音，以高男高音的声部相对应，丰富男高音的声部效果，所以。这个 container 它其实一个声部的名称，它也是个演唱者。那我们这边讲一下高男高音为什么现在又会有很多人喜欢就是高男高音的这个状况哦。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我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年代就是 John Dolan 1563年、文艺复兴的作曲家哦。我们听听看这样的曲子哦，当然不是那个时候录的啦，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啦哦。声音比较小一点、okay.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这是英国的一个假声男高音哦。我们再跟大家分析一下，说他们的声音是比较平直的，它与这个鲁特琴刚伴奏的乐器就是鲁特琴，它像吉他啦，吉他的前身。它的音域不宽，但是它有丰富的一个张力的变化。那现在一个状况就是说，早期的这个音乐呢，它是比较单纯，比较所谓的比较没有太多的这个华丽的感觉，它是比较平，音色比较平的哈、哦。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个他唱这个歌，所谓的比较平是它比较没有那种所谓的抖音哈、哦。比如说那个抖音是什么，就是那个比如说我们常听到谁最会用。啊，比如说现在很多歌手，什么江蕙啊，对不对？他比较用那种所谓的抖音，比如说啊，我无醉，我无醉，无醉，那是抖音。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唱，那时候会唱得很干净。我无醉，我无醉，无醉，它是比较平的。好，因为那个时候呢，在教会里面唱歌，如果你抖音很多的话，会很恐怖。尤其是合唱团，比如说我们在唱合唱团，它比如说女高音是啊，女中音是啊，然后男低音是哦，合起来会变成哦，大家都在抖，那个声音就不干净了，声音就不干净了。所以那个年代在声音的表现上面必须要很干净哦，否则的话大家都在抖的话，那个好像抖把那个鸡皮疙瘩抖得满地这样子，就不感人了哦。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演唱那样的曲子的时候，其实不抖很难呢。其实抖很容易，大家知道唱高音啊，通常自然会抖。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很稳定的啊，你必须要有很稳的气息。好，所以说这其实是很难、比较不好做到的一个技巧。好，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下，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听听看哦，这个是合唱的一个表现啊。Thank you.
没有，你可以听到那时候的音乐都是一个长音，对不对？你如果很好像抖太多的话，就变成脏调了。大家都在抖，大家都在抖。然后教堂的 echo 已经这么多了，你又在抖，全部不知道在干什么，就会变得很脏的感觉哦。所以，我们再听看看，有没有，通通都是同音，很 pure 的感觉。好，这个作品呢，在当初可是不得了哦。这个是这个阿雷格利的一个作品，叫做《Miserere》，垂帘经哦。这首作品呢，很特别，就是有一个音乐家，因为这首作品本来是在这个教堂里面，只准在这个教堂演出的，别的教堂不可以演出哦，因为这个太感人了，大家听到了无不闻之落泪，一定要到这个教堂去参加，一定要捐钱给这个教堂。因为只有这个教堂有这个作品，就像只有这个教堂有这幅画一样哦，所以其实在古代也是一模一样的，版权所有啦。那时候又没有摄影机，也不能可能录音机录下来啊，啊十几分钟长，对不对？但是呢，好死不死，莫扎特刚好去他那个地方，到那个教堂去听了。大家知道莫扎特是什么啊？音乐神童，音乐天才，听完一遍回家就全部默写出来。所以那个就把人家拷贝 copy 出来，哦，这个是历史上音乐史上面，是考可能要考据一下，但是据说是这样子啦，哦，这首作品，哦，非常有名的《Miserere》这首歌。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个它的声音呢，其实它的音域是集中于在中低音域的哦，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的乐谱，现在如果给女生来唱，会觉得啊，怎么那么低呀，啊？我是女低音的主，她也觉得很低耶，因为她其实是给这个高男高音来唱的啊，哦，就是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历史的过程啊，哦。好，那高男高音呢，它本身呢，在那个年代它是有神职，我讲过了嘛，它在教堂里面就是终身在教堂里面唱歌，然后有很好的待遇。哦，教皇特别挑选哦，这个，所以他呢很容易表达宗教情感。哎，拜托，他从七岁小朋友就开始唱到大，每天在教堂唱歌，当然他的很厉害了哦。然后呢，教堂也是他主要的演出的场地，他很适合高男高音的表达。哦，